对，我换联盟了。等我一下，可知道为什么我要换联盟吗？因为我想要去比较，就是可以聊比较多东西的公会吧。变身讲到哪里啊？那这是荧光。荧光龙东师，我们昨天讲暗黑嘛，啊，这是跟龙东师差不多，基本上它是荧光的啦。有一些数据哦。然后，继续弄下去。人形僵尸。